战士们准备出城了，上路吧！之前呢，一直有人说蓝绿都是垃圾，让议员心中不是那么的愉快，所以他今天特别准备了这把琴。他说他自己要废物利用。那这把琴可不可以告诉大家是什么材质做成的？废玻璃、塑胶瓶、漂流木，反正都是废物做的。就是王浩宇做的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今天非常开心，因为你看议员一坐下去，整个舞台都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变丑陋许多。王老先生啊，我们上个礼拜见面的时候，你头发没有这么少吧？对，王世坚现在头发掉的速度比民进党支持度还快。王世坚的脸啊，比民进党去年的表现还要烂啊。台北市的市容会这么丑，有一半是因为他的海报。到底是几岁拍的？30年前的东西不要再用了，好不好？你不是合适 ，OK？ 但其实大家知道，民进党是有分派系，挺苏贞昌的叫做苏系，挺蔡英文的会叫英系。你知道挺王世坚的叫什么吗？民进党没有这种人。真的、啊，我们真的都论过一轮了，没有人愿意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要邀请吴尊？真的很苦恼。我们原本想说，是不是要邀请吴孟孟来啊，陪王世坚，这样他就不是唯一一个下海的。那差别是，王世坚跳海比较有人想要看，对不对？因为吴孟孟下海只有下面湿，可是王世坚下海全身湿。这个海的男子王世坚，你们知道他跳过4次海吗？4次，他如果出传记的话，真的可以叫导人于海。可是他这个跳海不是随便乱跳，都是为了实现一些承诺，对不对？一诺千金，沉浸至上，是不是这样议员？是。对对对。有点迟疑哈。一诺千金，沉浸至上，你这句话留着对你老婆讲好不好？一段时间我暂时不会再被你看到，不过你即使烧成了白骨，我还是会认识你，因为你本来就是绿皮白骨。等到有一天你被民进党开除的时候，请来参加民众。柯文哲先生，你是否愿意不论疾病健康，无论贫穷富有，都一生一世爱护守护着王世坚先生。新郎被交换信物了。哎呦，以前在议会哦，每次都是你送我礼物，这一次我自己要主动要求一个礼物，2024总统投我一票。